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我们现在需要什么？需要这种静下来了以后啊，禅定我们还是需要的，要静下来。静下来了以后呢，然后这个当中就必须要有真悟啊。这一点上面呢，大圆满跟禅宗讲的完全是一样的啊。禅宗也讲，如果只有拼经啊，那就是冷水泡石头，一点意思都没有。这个我们啊。这个藏传佛教尼玛派的有一个论点叫做定界宝等论啊，这个里面那他们用的词都是一样的啊，词都是一样。如果这样子打坐五年，虽然是没有杂念啊，但是呢，这就是水滴的石头一样啊，水滴河底的石头一样啊。禅宗用冷水泡石头啊，藏传佛教就用河底的石头一样啊。他没有说冷水热水，就是河底的石头。但不管它热也好冷也好，就是河底的石头跟这个冷水泡石头就一个意思一个意思。所以意思就是说，河底的石头它虽然在这个河底在河底下就已经有成千上万年但是它永远都不会变软变软。它不像泥土它不像其他的东西，它永远都不会变软没有意思所以呢，这种禅定它不能破坏这个水缸不能破坏水缸，所以这种禅定是没有用的所以呢，我们修禅的人呢，非常的要注意这一点虚云老和尚也讲了，松草以后人的根基不好我不知道唐朝为什么根基好，松草以后为什么根基不好，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是虚云老和尚讲的，他老人家讲肯定是有道理。反正越是末法时代，人的根基是越不好的。但是唐朝松草为什么这样子分？唐朝因为有很多很多高僧大德，有太多太多的成就者，所以成就者比较多，所以他可能是这么讲的后来呢，这样子的非常大家公认的非常了不起的这种成就者禅师可能慢慢少了，所以他可能是说松草以后的这个修禅的人，禅的人多，开悟的人少可能是这样子的意思那么不开悟的话，那这些人还在参禅他们也在参滑头他们也在修禅那他们在到底干什么呢？他们实际上在修理保养这个水缸去保养这个水缸让这个水缸变得更坚固更坚固，更加的好看去一直都去保养修复所以这个水永远都漏不出来这样子以后呢，这水里面这个水缸里面的倒影永远都没办法毁掉，什么东西都会出来的所以这时候呢，不能去保养修复这个水缸，我们要想办法把它摧毁把它粉碎如果不能粉碎，那要穿透一个孔这样子以后呢，水就会漏出来的那用什么东西呢？就是用金刚智慧密宗把佛的智慧就变成了一种符号让给大家看。是什么？就是金刚萨埵手里面的这个金刚杵它是一个符号而已，它象征什么呢？象征这个佛的智慧。怎么样象征呢？金刚萨埵的这个手里面的这个金刚杵两头有五骨或者是有九骨，中间是没有骨，中间是连在一起的
那么它的梁头是梁头和这个中间啊，它象征什么呢？我们平时讲吉祷过啊，吉是什么呢？吉就是我们现在啊，像刘祖弘忍大师和大摩祖师讲，他们引用了佛经《师地经》啊，《师地经》当中讲众生心中有净刚佛心啊，他们讲的就是这个啊。这个弘忍大师的《无上乘论》里面也讲过了，大摩祖师也讲过啊。那么，众生的身体里面啊，众生的身体里面啊，那么就是讲有金刚佛身啊，金刚佛性啊。金刚佛性是什么呢？金刚佛性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如来藏啊，佛心啊。那么，金刚我们这个金刚萨埵手里面的这个金刚杵啊，它有两头啊，中间是连在一起的。那么两头的一个就是象征我们现在的啊，营底的我们心中的佛，佛心啊，如来藏。另外一头呢？另外一头它象征什么呢？另外一头是通过我们的修心啊，像释迦牟尼佛一样，总有一天真正的成佛了啊。那么这个佛啊，这个佛就象征这个佛的智慧。然后中间为什么连在一起呢？它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我们心中的这个如来藏和我们将来成佛之后的佛的这个智慧其实就是一个意思，它不是两个啊，所以它中间是连在一起啊。密宗里面的所有的这些我们看起来就是这些稀奇古怪的这些法器啊，它都有一个这样子的内容。大家可以看慧灯之光里面呢，我把一部分的这个密法的这个这些法器的象征，它象征什么有解释，这不是我解释的，密法里面本来就是这样，密法里面早就有的啊。那么我就把它变成白话文啊，让大家啊看而已。实际上我哪有这样子的这个啊，有这个智慧呀、啊？这是本来就密法里面讲的啊，密法里面本来就有的啊，所以这就是一个象征啊。那么我们现在用什么东西去这个串钵这个水缸呢？啊，就是用金刚萨埵手里面的啊这个金刚啊金刚杵。用这个金刚杵啊来这个串钵啊这个啊水缸啊，这样子以后呢，就水缸出现啊第一个啊空的时候呢，然后开始就漏水了，开始漏水啊，或者是还没有啊水缸还没有出现空洞啊，这有一个裂缝啊，裂缝也就开始已经不能用了，也就开始啊，开始漏水。那么，这个我们可以这么说啊，裂缝是什么呢？啊，还没有穿啊，还没有穿孔，这是一个裂缝啊。这是什么呢？我们通过文思啊，通过文思，了解什么叫做空心啊，什么叫做明心见性啊，什么叫做一尘不染。这个时候呢，我们通过理论啊，也就是通过文思啊，大概了解啊，空心是这样子。然后呢，我们的心里啊，有一种疑问。我在这个之前，我以为这个世界都是真实的东西，但是呢，现在看来好像不是这样子啊。也许是空心呢，也许是有可能是空心，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他还不是很确定呢，他还不是很确定，还是一种怀疑的态度。但是呢，这个怀疑呢比较靠近啊，比较靠近空心。他说也许不是空心了，也许是真实，他没有这么说，他也许是空心了。这种疑问就是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水缸啊上的一个裂缝啊，水缸现在就开始不能用了啊，有一个裂缝啊就不能用了。虽然还没有破啊，还没有穿透，但是呢，它现在啊已经不能用了，现在开始漏水了啊。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水缸啊上的一个裂缝啊。最理想的呢，把这个水缸啊分水啊分水啊，如果不能分水的话啊，那就在这个水缸上面呢穿一个孔啊。这个还不行的话，那最低最低最起码的要求，我们就在这个水缸上啊出现一个啊裂缝啊，出现一个裂缝啊，这个是我们的要做的工作啊，这个我们做的工作。平时我们烧香拜佛求佛祖保佑，去烧高香投香，争取坐在这个水陆法会的擂坛密坛啊，然后就是做这个最高级的这个功德主的这个座位，然后呢又去逛这个财神的丁，然后又买包品，这一切都是在保养啊，在修复这个水缸啊，保养和修复，这不用再保养了，已经很结实了这个东西啊，这个已经成千上万年轮回是无始无终，到现在它连一个裂缝都没有了，不需要再保养了，不需要再保养，不需要再去修复这东西了，它已经够结实了啊。但是呢我们还要去，不光是工作和生活啊，不单单是工作和生活，连佛法都用来就是啊给这个水缸啊修复的保养的这样子的方法，连佛法都用到这个修复啊保养啊这个上面了，连佛法都用到这上面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的这个啊容器啊，这里面讲的器就是容器啊，也是就是水缸越来越结实，越来越结实。为什么呢？比如说一个唯物论者啊，无神论者啊，那么他保养这个水缸的时候呢，他是用实践的这些东西去保养啊，但是他没有用佛法的力量去保养它呀，他只是工作啊学习啊啊，就是用这种方法去保养啊，去修复啊。那么我们学佛的人呢，除了实践的这些手法手段以外，还要借助佛的力量，借助这个佛法的力量啊，就是实践和初实践，初实践不应该叫初实践，应该是说实践和佛法两个力量去修复去保养这个水缸啊。所以我们的水缸啊，告诉大家比无神论者的水缸更加的结实啊，所以永远都不会摧毁的啊，永远不会摧毁，永远不会摧毁，那么这个水永远都不会漏掉的，所以我们永远都离不开这个水里面的倒影，生老病死的倒影啊。所以我们大家好好想啊，这是华严经说的，不是我说的啊。那么我们从现在开始应该去保养，还是继续保养修复这个水缸呢，还是想办法这个水缸上出现一个裂缝啊，这个自己看啊，自己选择。如果啊继续去保养的话，那么这个叫做人天成啊，人天成，也是一种佛教啊。但是呢，这个水缸是可以保得住啊，但是呢，这水缸里面的水里面呢，就出现各种各样的啊倒影，有些时候是地狱呀、畜生啊、恶鬼啊，非常非常恐怖的倒影，这个是没有办法啊，这个是没有办法啊控制的啊。这叫做这个人天成。如果我们不再希望这个水里面啊出现这样子的这个恐怖的这些倒影啊，不再想看到，已经看够了，不再想看这样子，那就好，那就不要再保养啊，不要保养，不要再修复。那么现在就用金刚萨埵手里的这个金刚，借助他的力量啊，把这个水缸至少啊，最起码在水缸上出现一个裂缝啊，这样子就我们就不是啊冷水泡石头，也不是河底的石头。现在我们啊开始这个破坏啊这个水缸了啊，所以我们学佛啊
也要有方向目标啊、有目标。没有目标的学佛是让我们在这个轮回当中啊，六转的更长还是更短，这就不好说了。尤其我们的这个学佛啊，有些心善，让我们在这个轮回当中啊，六转的更长更长更长远，我们的路也许变得更长更长了。有些学佛啊，那么生老病死的这个路呢，越长就是越痛苦了啊，越短越是幸福，越短越是幸福。所以我们应该想办法啊，生老病死的路应该缩短减少啊，不要把它延长。那么我们目前的学佛，大多数的学佛啊，就是在延长啊生老病死的这个路，我们把生老病死的路、轮回的路、路面加宽啊，然后这路就像修成高速路一样啊，顺利的啊，很通畅的啊，畅通啊，这样子以后呢，畅通最后到什么？最后就到轮回当中了啊，这个路，所以这个路是需要被破坏的啊，被破坏，破坏了以后呢，这个路走不通了以后呢，才能够走另外一条路啊，所以。大家不要烧香拜佛啊，黄财神的官丁宝品啊，然后呢这个水陆法会的擂台啊擂坛，然后一个牌位啊2万块钱1万块钱5000块钱啊等等等等，不对的呀，错了啊，牌位是超度啊，超度需要什么条件？这根本不是钱来衡量啊，这完全是大错特错。我这样子说话得罪很多人的，我知道的，这个没有那么傻啊。但是呢，请允许我说这个真话啊，这个是佛教要说的话啊。这不是有钱啊，2万块钱就能够超度，200块钱就不能超度吗？啊，当然不是这样子，这完全是一个另外一种商业化的东西，这跟我们卖包品就差不多的啊，其实一样的，我们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这个藏传佛教里面呢有这些，但是不是藏传佛教；汉传佛教里面呢有这些，但不是汉传佛教啊。这是藏传佛教的人、汉传佛教的人啊，他们的一些行为而已。这个不是汉传佛教的学汉传佛教的人的行为不对，这是不是汉传佛教？当然不是汉传佛教。汉传佛教是佛的智慧，他会有这样子的啊错误吗？不会有的啊。藏传佛教的啊，我们所谓的修行人，我们都有错误啊，都有错误，因为都是凡夫啊，都有不如法的行为、不如法的想法、不如法的这个观念。如果没有，那我们不需要学佛了啊！因为正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错误，所以我们在学佛啊，我们都在努力的，正在改善、改变的过程当中，还没有全部改掉，所以还有很多东西是不如法的啊。但是呢，这个不叫藏传佛教，这不是藏传佛教。汉传佛教，我刚才讲的也有这样子的行为，但这个不是汉传佛教啊，这个必须要分开。南传佛教。好像我以前以为南传佛教啊，它是保持的比较啊纯洁、比较单纯的啊。但是呢啊，这次去了东南亚回来以后呢，又有一个邪见啊进入我这个心里面了啊，有一个新的邪见啊。其实实际上按这个啊比较理想的话，转了一圈以后呢，应该有收获啊，应该有更多的政治政见才是对的啊。但是呢，转了一圈以后呢，然后不但是没有收获，而且更多的烦恼又在进入这心里面啊，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邪见啊。发现什么呢？发现原来南传佛教也在搞这些，但是我知道这不是南传佛教，这是学南传佛教的一些人的行为啊，一些人的行为。藏传佛教的人的行为跟藏传佛教要分开啊，划分得清清楚楚，什么是藏传佛教，什么是藏传佛教学藏传佛教的人的啊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学藏传佛教的大多数的人都在吃荤啊，那么
外面的绝大多数的人，因为密法里面呢，就是允许大家吃肉吃荤啊，绝大多数的人这么认为，其实根本就不是啊，就是大力的倡导素食啊，然后将太多太多这个吃荤的过失，这种经典宝鸡经啊，然后就是大乘楞伽经、妙化莲华经，就是这些佛经，还有吉天菩萨的济学论里面呢，把这些都收集在一起啊，讲。那么这个汉传佛教的经典里面也有，藏传佛教的经典里面也有，从它的教义的角度来讲，都是一样的。嗯，然后从密法的角度讲啊，密宗里面呢，就是这个十轮金刚和这个大圆满这两个号称是这个所有的这个啊密法里面呢最高的啊这个经典啊密法。那么尤其是这个十轮金刚里面呢讲得特别的清楚，而且有些地方呢比现宗的啊楞伽经讲得更加的细致啊更清楚这样子。所以我们的这个佛经里面有，大圆满里面也有啊，就要吃素不能吃肉，但是我们人没有做到啊，我们人没有做到，佛经里面是有的，所以我们吃荤不是藏传佛教，是我们学藏传佛教的人的问题啊。藏传佛教的先宗密宗里面都讲得清清楚楚，不是藏传佛教，是学藏传佛教人的问题。那么我们学藏传佛教的人为什么这样子啊？这是因为过去啊，这个青藏高原它不长蔬菜，没有水果啊，然后又这个天气相当的恶劣，你们去过的人知道，没有去过的人不知道是什么样子。这种情况下，光是吃一个五谷杂粮啊，这样子人活不下去的啊，所以呢，他们就选择了小乘佛教的戒律啊，小乘佛教的戒律，但是他们也不吃啊，他们也不吃，这个除了三斤肉以外的肉，他也不吃，到现在也是，他也支持三斤肉啊，所以这个不是大乘佛教，不是密法，密法里面讲的清清楚楚，不能吃，但是我们人做不到啊，人为什么做不到？就是因为我们的环境很差，所以没有做到啊。但是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啊，就像藏传佛教的上师啊来到比如说台湾呐 啊中国大陆啊这样子的时候，给弟子讲，哎，没关系的，吃肉，我们就是这么一直都吃的没关系，你吃，你就是学藏传佛，然后本来这些居士啊他是吃素的，然后大家都吃荤了啊，这个就是错误了，这才是真正的错误。我们一直都这么吃的，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一直都这么错呢？不是我们啊穿这个衣服就可以吃荤了，因为我们的环境是这样子，所以没有办法才一直这么吃的。你还没有搞明白这个意思原因啊。那么我们现在来了台湾以后，来了这个中国大陆，来了东南亚以后，不在这个环境呢，已经不是这个环境了。如果不是这个环境，那我们按照这个大圆满十轮金刚，然后呢大乘佛教的要求去吃素啊，啊倡导这个我们其他的这个学佛的人啊教他们吃素啊，啊为什么？这是我们的错误啊，但是这也是我们的人的错误啊。我觉得在青藏高原这个地方呢，过去现在也是很多地方很偏僻的啊，那么这样子的现在很偏僻的地方，以前呢都是交通不方便的，然后呢这么高的地方呢长水果没有办法长啊，种这个菜也没有办法，是藏地啊，有些地方是很热的，这个大米啊都可以种，所有的水果都可以种，但是这很少，这个是很少的地方，不是整个80%这样子的，这个都是高原啊，很寒冷的。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他们知道佛经里面是这么讲，但是没有办法，环境决定的，所以他们就选择了小乘佛教。但是我们现在我们也在改善啊，现在我们在改善，因为我们现在交通方便了啊，然后呢也有这种文棚里面呢种蔬菜的这个技术啊，这个不是很普遍，但是有啊，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在
盖上我们很多很多的藏传佛教的，不管是尼玛、格鲁、嘎居啊，任何这个沙迦都觉囊都是一样，他们很多很多的寺庙都开始放弃了这个集体吃荤啊，然后呢，也很多人不但是集体，而且个人也就不吃荤啊，吃素。现在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人往这个方向努力，这个我们过去没有做到的，现在我们要去做啊，要去做。但是我们过去没有做到，这是人没有做到，不是佛教，这不是藏传佛教啊，这是人的问题，要分开的啊。我觉得如果这些东西不分开的话，那么我们把所有的啊，这个人没有做到的人的问题啊，就推到这个佛教的问题啊，那就是不管是藏传佛教、汉传佛教、伊斯兰、基督教，任何一个宗教都是一样，任何一个宗教的信徒做不到的，包括他们的，比如说我们的堪布啊、活佛呀、汉传佛教的方丈啊啊，然后牧师呀，包括他们的行为不如法的啊也很多啊。那么难道这些都可以算到这个宗教上？当然不是啊，人的问题。所以我们把这个分开，要分开。所以呢，我们啊，从此以后呢，我们不要学这些人的行为啊，大家去学真正的佛教啊。人的行为啊，不管藏传汉传，让我们去包养啊这个水缸啊，继续让我们去包养这个水缸。为什么呢？这个包养这个水缸的时候呢，我们还要请一个人来啊，这个包养啊，你们是不会包养的啊，请一个人来包养啊。那么请一个人的话呢，给他工钱的啊，工钱啊。那么这个钱里面呢，20%是我的啊，所以呢，你们越去这个包养啊，修复这个水缸，然后我就越能够赚到钱啊。所以呢，让你们去啊这个包养，然后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你们本身就非常的喜欢啊包养这个水缸啊，凡是这个水缸有一点点破坏的时候呢，你们就离得远远的啊，就是不喜欢啊，不感兴趣。因为你们一开始的时候太喜欢啊这个保留这个水缸，然后呢别人就想办法，那好啊，那你怎么喜欢这个水缸，那你用这个方法来继续去保养修复啊，这样子一方面你可以保养这个水缸，然后我也可以得到一些，我们两个一举两得啊，非常好。但是我们不能解脱了，这个不是佛陀的本意啊，这个不是佛陀的本意啊。我们前几天讲过了，释迦牟尼佛圆寂的时候说了，我的很多儿女啊，他们出圆门了，还没有来，但是呢，总有一天他们会回来的。这个时候呢，告诉阿难，你一定要把我的这个遗产要交给他们的手里啊。但是我们没有人交给我们的手里，我们回来了。虽然是很远，2500多年以后，我们总有一天我们回来了。但是呢，我们走的时候我们没有拿到这个父亲的这个遗产呢。走的时候我们还是会两手空空的回去。那么回去了以后，我们有什么时候再回来呢？那就不好说了啊。什么时候再回来？回来的时候，我们又能不能遇到把父亲留给我们的这个家产啊遗产？送给我们的人，我们能不能遇到这样子的人，那就更不好说了啊。所以我们学佛的方向错了啊，说实在的就是方向错了啊。错有两种原因，一个是我们的错啊，因为就是不穿这些正法啊，整天都是这些世间法，一个是我们的错啊，另外一个是你们的错啊。如果你们对这些东西不那么感兴趣的话，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呀啊！我给你买包品，你一个都不买的话，那我要有成本啊，我不就亏本了吗啊？然后呢，这些烧香、偷香、高香有6-7米高啊，6-7米高偷香啊啊！我在照片上看到了，他们这些人去烧高香的时候，2个人这么高啊。
那这个也有一些成本呢、啊，虽然不是999，也不是9999，但是还是需要一点成本呢、啊。如果没有人烧了，那不就亏本了吗？寺庙就亏本了呀、啊。所以大家很喜欢这样子的东西，所以就有烧香、投香、高香啊，然后就有擂坛、米坛，有擂坛、米坛没关系，但是有价格的区别啊，然后有超度的时候的牌位的价格。都是错的。我刚才瞎说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想超度一个人，需要什么条件？最起码的条件，第一个，必须要有真实不虚的慈悲心啊，菩提心还不说啊，对这个亡者啊，真正的这个慈悲心，发自内心的想帮助他，希望他离苦得乐。啊，这样子的慈悲心，这是第一个条件啊。第二个条件，比如说我们用藏传佛法的密宗的方法去超度，念破瓦法去超度的话，那么必须要在这个破瓦法的这个整个的过程的观相啊，都要清清楚楚，而且要专心啊，要专心，这是第二个啊。第二个，第三个呢，你必须要相信这个破瓦法它的力量啊，这个不是妄执相信，我们超度的人要相信。连自信都没有了，自己都不相信能够超度，那能超度吗？不能超度。我坚定不移的相信，我这样子的话就能够超度。但是我们现在又没有把握，你给我20000块钱的话，我坚定不移的相信，我相信你这个我能够超度。但是如果是200块钱，那不好说，我没有把握啊。这个就是这个就不对吧，大家好好想想，这些都不是超度了。超度就是只要有这三个，那么你可能是5块钱也可以啊，或者是10块钱也可以啊。是有一点，比如说佛教里面有这种说法，比如说我们还是要用一点点这个亡者他自己的生前是他自己的这个急需当中啊，那一点啊，交给三宝啊，上供下施，对他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呢，适当的这个不需要几千几万、几十万啊，适当的表示一下。然后呢，超度的人就具备这个三个条件的话，那是如果能超度的话，这样子是有帮助的啊。那么超度的人没有这三个条件，那么我们说就是什么牌位20000块钱、50000块钱，这个就再多的钱啊，50万也超度不了的。所以也大家不要去过度的去信啊，信这些东西啊，谁不知道这些都是一个商业化的手段呢、啊、没有必要了啊。所以如果有钱的话，那就去放生啊，啊去这个做好事呀 啊然后呢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去回向啊，不就完了吗？这样子就使这个亡者他就能够得到这些功德啊。所以我们学佛必须要有真知真见啊，没有真知真见的学佛，我觉得很可怕的啊，很可怕。所以我们啊，就是那么我要总结一下啊，总结一下，我不敢说100%啊，这个肯定是诽谤，不能这样子说。但是呢，我们学佛的人当中，70%-80%吧啊，或者是50%以上，肯定是50%以上了。50-60%的人呢，没有取这个相办法啊，摧毁这个水缸啊，大家都在想一切办法去保养、修复这个水缸啊，就是这样子，这是结论。那么另外一个希望以后呢？啊，大家不要再保养了，不要再修复，不需要了。大家想办法去啊，想办法去啊，摧毁啊，至少有一个裂缝也很不错了。啊，这样子。那么裂缝是我们刚才讲了，我们对它的对空心的有一点点的了解，然后这个基础上，我们啊就有一个比较啊这个离它的真理比较紧的啊，比较接近的这种疑问，也许是空心啊，这样子的这个怀疑，它虽然是一个怀疑，它目前还不是一个见解，还不是一个见解。
还不是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心，它只是一个怀疑而已。但是这个怀疑也是一个裂缝，有了这个裂缝以后呢，纵观四百论里面讲得很清楚了，只要有这个裂缝只要有这样子的疑问，从此以后呢我们的这个轮回的一个环节就出问题了出了问题。那么这个轮回的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那么它是走不下去的走不下去，它的推动力开始产生破坏这样子。所以从此以后这个人不会轮回很长时间我们不是真悟只是一个稍稍的了解，然后呢我们想也许是空心，也许是无我就念一个这么一个很低的要求这种疑问也就能够把我们的轮回就受到很大的破坏了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的轮回就不会很长时间，不会很长时间否则的话我们就走得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我们的所有的学佛最终就是让我们走得越远走得越来越远这样子就是非常遗憾的呀这是第一。第二我们现在要做的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水缸上面呢，虽然现在还不能这个分水，但是呢打一个洞钻一个空这样子水也会漏出来的那么这个打一个洞是什么呢，这是我们的初步的真悟初步的真悟。初步的真悟呢在佛经里面讲过，佛经里面讲过，比如说满天都是乌云的时候，满天都是乌云的时候，在我们的头顶有一部分的地方是没有云没有乌云，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透过这个没有云的地方可以看到蓝天但是呢只看到了蓝天的一部分，一小部分，其他的都没有看到，因为还有云其他都没有看到，但是呢我们就看到了一部分的这个蓝天这是真悟这是真悟。那我们的初步的真悟就是看到一部分的蓝天一样，也就是我们在这个水缸上面呢就打了一个孔转了一个孔这时候我们就开始里面的水就开始开始漏水了，水缸就开始漏水了。那这个时候的这个漏水水没有了以后呢，那是不是我们的眼睛就看不见？你是不是在说刚才说了水就是我们的视觉呀，那么水没有了以后是不是我们没有视觉了那水没有了以后是不是我们没有听觉了？那是不是我们变成了这个盲人呢？那我们是不是眼睛听不见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不是，我们看不见什么，看不见不清净的东西，我们看不见，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了。这个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世界现在看到的这些这个不清净的这些世界，打坐的时候呢我们看不到的完全是清净的，出来了以后呢工作生活的时候呢你还是可以到你的单位去上班还是可以去这个拿这个薪水，钱还是钱还是可以买东西超市里面的这些东西一个都不缺，你进去了以后一切看到的都能看得到，这样子。但是呢到了八地的时候那就不一样到了八地菩萨的时候呢那就不一样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注意，为什么呢？这时候到了八地的时候呢我们之前看到的东西都看不到了然后看到的是完全是一个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世界。七地以下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山就是山，水就是水，就是人间的这个世界然后八地的时候呢，然后
看到的都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像西方极乐世界啊、东方琉璃光啊、佛的插图这样的，这些东西都变成一个很清净的啊、很清净的啊世界了啊。这时候呢，水漏了啊，漏了以后呢，它还有里面还有一个东西是什么呢？还有一个东西，虽然这个不清净的水漏了，但是呢，有更好的东西存在，更好的东西就是佛的插图啊。这个是显宗讲的啊，不是密宗讲的。显宗讲八地菩萨的时候啊，大家可以回去看看大乘佛教的经典，任何一个大乘佛教的经典都是怎么讲的啊？八地菩萨的时候呢，然后我们的这个阿赖耶识这个水缸呢啊，它没有分水，没有分水，但是呢它有啊流动了，它有流动，但还没有分水。它真正的分水，彻底的分水，就是成佛的时候彻底的分水了啊。但是八地的时候呢，就是有严重的流动啊，严重的流动，所以这里面的水啊都漏掉了。那水漏掉了以后呢，水里面显现出来的这些倒影随着水啊不存在。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就像极乐世界啊一样，看到的是一个完全是一个清净的状态啊。那么显宗和密宗的差别是什么呢啊？显宗密宗都在讲八地菩萨的时候，八地的时候呢，这个世界是啊清净的，这个维摩诘经啊，在汉传佛教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出名的经典。维摩诘经的第一品叫做缘起品啊，就这里面讲得很清楚，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清净的，只不过我们没有看见而已，它本质是清净的。那密宗在讲什么呢？密宗就是像本来就是清净的啊，我们的烦恼即是菩提啊，轮回即是涅槃。但是你不知道的时候呢，涅槃会倒过来说，涅槃要放到前面啊，涅槃即是烦恼啊，然后呢，这个智慧即是烦恼啊，涅槃即是轮回啊。对我们来说啊，正悟的时候呢，然后烦恼要放在前面，烦恼就是智慧，轮回就是涅槃。其实这个世界的本质呢，它永远都是清净的。但是呢，清净和不清净是它的本质是没有变化啊，它的清净没有变化。变化在哪里？变化就在我们的心，我们的心逐渐逐渐的变化。慢慢的，第一个，我们的心呢有严重的污染的时候呢，看到的东西特别特别的恐怖，就像满地都是啊这个烧红的铁啊。就是像我们做噩梦一样，就是地狱就是这样子啊，满地都是烧红的铁啊，然后呢，任何一个人都是很恐怖的面孔啊啊，这样子，因为我们的心啊，这个非常严重的罪过，这个稍微比较轻的时候呢，然后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呢啊，就是恶鬼岛没有水，没有花，没有植物啊，然后到处都是沙漠啊，这样子就很热，有些时候很冷，然后呢口渴啊，没有水喝，当然没有地狱那么严重啊，至少它的地不是烧红的铁，是这个沙漠，就是沙漠，但是呢不是那么严重，只是因为它的稍微它减轻了一点点的这个这个障碍啊，罪障。然后再亲近的时候呢，然后是动物，再亲近人啊，慢慢慢慢亲近，就是天人，是六道轮回当中啊，他们的业障当时来说是比较亲近的啊，所以他的环境啊，他看到的是比较干净的，然后啊，修心，我们通过修心啊，在七地菩萨以下的我们啊，会有这些不清净的这些东西都存在的，在我们的眼睛呢、都看得见这些不干净的东西了啊。但是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对这些东西啊没有执着的啊，所以你再看到这些不清净的东西，只是看到而已，不会有执着。
不会有执着啊，没有执着，所以呢，这个，它不会对我们不会有影响的，啊，这些外面的世界，我们这个时候呢，啊，对我们一点都没有影响啊，而且这个时候啊，我们不但是没有影响，而且很开心的，有一句话，大乘佛教一句话啊，我把这句话来告诉大家，那个时候的状态是什么样子啊？这个是弥勒菩萨啊，弥勒菩萨就是未来佛啊，《弥勒无经》里面的一个叫做《大乘庄严经》啊，这个我们应该是出家人都知道的《大乘庄严经》。这里面就讲他描述那个时候的状态啊，用四句话来描述：观法入之幻啊，什么意思呢？法啊。法它不是讲佛法，也不是讲法律，它讲什么呢？佛经里面的法是从印度的梵文里面的 Dharma 啊翻译过来的。然后 Dharma 它有四个不同的意思啊，四个不同的内容，所以呢我们的法也有四个不一样的内容，内容非常的丰富的。但是我们常用的法一个啊是法律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佛法啊，第三个我们用到这个方法啊，除了这个是我们常用的就这么几个了，其他的内容我们不用。但是还有一个意思，法我们万法皆空，这个时候的法是什么意思呢？不是法律啊，不是佛法啊，万法是万事万物的意思啊。所以这里面的观法就是说万事万物，观就是你观照啊，体会的意思啊，观法入之环指导啊，环就是环觉啊，意思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啊，你已经知道了万事万物就是啊幻化的世界，虚拟的世界啊，没有执着了，没有任何的执着啊，你这个时候呢，心里啊就像这个行经里面讲的一样啊，心无挂碍，这个时候没有任何的牵挂，没有任何的挂碍，所以他真正的精通了万事万物都是像这个世界这个地球就像一个默书时幻化出来的世界一样，他一点都不执着啊，所以这个世界呢对他来说一点诱惑都没有啊，这个时候我们很多年轻人觉得那这个生活多没趣呀，太乏味了，为什么呢？那这或者有什么意思呀啊，或者当然有意思呀，幸福还是有的啊，但是我们树木春光，我们以为有钱吃喝玩乐啊就是幸福，没有这些我们觉得没有幸福但是真正的幸福呢不是吃喝玩乐当中产生，而是利益众生，利他的这个心当中啊才产生了真正的幸福。所以大家不要担心，幸福有的还是可以享受幸福的，只不过幸福的来源不一样而已。这个感受呢就是只有幸福也好，不管是从哪里来的，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的幸福感，幸福感都是一样的啊，渠道不一样，这个时候有其他的渠道的，所以他很幸福的，很开心的，所以就不要以为啊，这个时候的这个啊生活啊很乏味，不会乏味的，这个时候就有啊更好的啊这个内容。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以宣扬佛陀正法、培育优秀僧才、积极社会公益为旨志。20多年来，借由各项法务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让大众接触佛法，
明白因果业报观念，才能断恶修善，改善命运。所有的方便法门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学习佛法，才能离苦得乐。这是慈悲置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为了护持佛法永续，利益更多众生，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邀您继续护持，共同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务，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润泽群生。护持邮局划拨账号：50444468，50444468，户名：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总管理处，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电话：0398993190。0398993190，传真：0398987870398987。0398987。新逢观世音菩萨暨普贤菩萨圣诞，佛教慈悲置业花莲中心清明追思礼主，起见礼拜梁皇宝忏，点灯供水护生药供暨甘露施食，消灾超荐祈福法会，恭请法务指导法师共同领众。日期：113年3月27日星期三至3月31日星期日，时间：每日上午8点半开始，地点：花莲中心，花莲市建国路160号，电话：0383116730383116730。0383116730。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药师如来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1000万倍。佛教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举办2024药师经消灾祈福法会，恭请湛行法师、湛弘法师共同领众。日期：4月16日星期二，时间：13点半，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联络电话：0398993190，0398993190。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阿旃塔石窟雕刻之美。阿旃陀石窟的雕刻品可分为佛教造像与装饰艺术两种。早期的作品由于风化残损，已经很难辨认。到了中期，雕刻艺术更趋成熟，晚期则达到十分精美的程度，因而创造出许多优秀的作品。其中第19窟雕刻技法纯熟，人物力量充沛，足为阿旃陀石雕佛像的杰出代表。第19窟约开凿于5世纪下半叶，属于后期肢体窟。平面呈马蹄形造型，窟外设置庭院，门外壁面及庭院侧壁有大量的浮雕装饰。以肢体窗两侧的药叉最引人注目，此二像皆带宝冠，卷发成束，面向庄严，造型显示，细节雕刻极为精致。
而龙王像位于庭院右侧壁及门壁上方。在古印度，龙王与药叉同时被视为庇佑子孙繁衍的守护神，两者互位于窟门，貌似有护佑佛教绵延不绝之意。许多王朝时期的雕刻，由于受到鹿野苑造像的影响，佛像传通间大义，无繁复一文，神情庄严沉静，展现出觉悟圣者的禅定之美。佛坐像位于大厅右壁，后方的速度波基座正面设龛，内雕立佛像，大厅和侧廊间的列柱柱身、柱头及窟顶横梁早有许多佛龛，呈现诸佛共聚一堂的庄严景象。阿旃陀第26窟位于西段，约开凿于五世纪下半叶至六世纪上半叶，为阿旃陀石窟中规模较大的肢体窟，亦是后期洞窟的代表，以精美的雕刻著名。该窟平面呈马蹄形，窟外设门廊，窟门上方还有巨大的肢体窗，壁面雕刻华丽。屋内大厅环列立柱27根，隔出大厅与侧廊，列柱上雕拱掩壁，二者均布满浮雕装饰。大厅后部设速度波，椭圆形覆波上浮雕飞天，平头上之立伞稍有损坏，基座高大，正面开龛，龛内吊一尊已坐佛，足踏莲花，龛侧雕有两圈薄衣贴体的礼佛。两侧壁栏雕有等身大小的佛像，多为三尊形式。壁面龛内诸佛皆有高肉髻，罗法浓密，面相圆满，身躯宽厚，着薄衣贴体袈裟，体现几多王朝佛像样式。右壁有释迦牟尼佛降魔成道的浮雕，佛陀结跏趺坐，右手下垂，掌心向外，坐与愿印，场面壮观，刻画生动。位于大厅右壁的佛涅槃图，描述佛陀于万籁俱寂之夜，为弟子宣说教诲后入涅槃的情景。佛坐吉祥卧，面带微笑，神态平静祥和。祖尊身长 7.27 公尺，为几多王朝样式，为印度现存最大的佛涅槃像。